很好，快点。你跟着我走，就不要怕草，我的脸上有都会有草。拿什么？剪刀来剪草？不可以。还没，快到了，快到了。跟着紧一点，一只手都太长了。要不然你就蹲低一点走。要讲话，下面走过来就是了，因为这个就是要下到池子那里。到了，看到没有？前面亮亮，看到没有？我过去就好，你在这哪里吗？它是这个水，而且现在天气不够好，它有三层水池，下雨才会，而且你会下来快，我讲给你听。你可以下来看一看，这个是很平常看不到的，这个都是水底，它只有下雨才会有水。我们只到前面那个地方看一下就好，这个都是水草。要不然你走上面这里好了。你看这个石上面石头，这个都是。